今天我们来介绍五种比较常用的嫁接方法，这五种方法都是比较常用的，而且操作也不是特别难。这是五种常用的而且比较简单的嫁接方法。最后这种嫁接方法梯形牙接为什么放在最后，就是因为马上我们就能用到它了。天气比较热的时候，我们是适合采用这种梯形牙接来进行嫁接的。